仗剑临九霄，我辈修士任逍遥。红颜白首望，莫辜负了年少。仙路尽头战胜魔，幽冥界中走一遭。斩他个炼狱滔滔，少年郎可怜时，横扫路过叫他埋葬。天魔迷津饮血脉，天雷接冲凝神魄，花园不银行。血泪滚烧，只守着天宝星辰，悟到尽头谁为风。带上三世三重天剑斩苍穹，我为升华天骄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干什么事啊？似乎是卖东西的地方。哦，杜维这上面说有一个新的。哎，快看，写什么啊？这边有出租公司。这也太卖东西了呀！哎，咱们要不在贫民窟？最便宜的一间店铺都要10000中品，真是比交易市场都贵，谁会过来呀？就是，跟交易市场这么贵，我算了算了算了，走了走了，肯定得滑。走吧。我当丹阁在搞什么鬼？原来建了一个叫什么商业中心的建筑。嗯，可笑，有交易市场在，那地方怎么起得来？卓清风是脑抽了吧？贫民窟是穷人最多的地方，谁会去那种地方买东西啊？哼，简直胡搞！看着吧，不出一个月，他那什么陈帝阁就得倒闭。咱就等着看他哭吧。嗯，陈少，陈帝阁目前一个店铺都还没租出去。别急，丹阁、气店、血脉圣地的店铺都搬进去了吗？搬进去了，明天就开业。那就等着看好戏吧。丹阁、鼎气阁和血脉圣地的店铺怎么都空了？东西都去哪儿？听说昨晚就把东西都搬走了，太奇怪了。号外！号外！丹阁、血脉圣地、鼎气阁都将自己的店铺搬到陈帝阁商业中心去了。陈帝阁怎么搬那儿去了？还愣着干嘛？走，过去看看。走，快去吧。走走走。哇，这地方也太奢华了吧！天哪！哇！天，这也太大了吧！一共有十几层呢！好豪华呀！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呀！二位想了解的话可以来这边看看。大家可以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丹阁新推出的丹药，药效比以往高出几倍。没见过呀。这些丹药就放在里头展示，还不阻止精神力探查。你好，请问这款丹药的价格是？我们这是明码标价，这枚丹药100真实。这么便宜？我们丹阁、血脉圣地、鼎气阁这3天全场9折促销，挑选完商品后只需拿着我们开的单子到柜台结账便可。这钱不是付给你们丹阁？这里都是陈帝阁统一结账。
今日只要消费或者充值满10块中品真实的顾客，便可注册成为陈帝阁的会员，所有消费将累积积分，积分今后可抵扣真实，并且提升会员等级，不同会员等级可在我陈帝阁享受不同等级的折扣。基础会员是95折，最高级的黑卡会员是8折。8折？基础会员享受95折，咱们每年花费的真实积少成多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。给我办一个。我也要。我也要。诸位购物结束可去我们的餐厅享受美食休憩一下。这里还有餐厅？还有餐厅？当然，除了餐厅，我们还有酒楼、客栈以及各种珠宝和服饰店，顶层还有一个修炼中心。不同于其他势力，只要诸位充值会员都可前去修炼啊。陈少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咱们发了。武神主宰官方视频号记得扫码关注哟。